真多谢吼，啊，今仔日看到遮济人，真正真欢喜吼。啊，阮台南州吼，啊，即摆嘛真拍拼吼，引到13个人，才13个、14个吼。等下咱再请台南州人拢徛起来，大家看下吼。因为我拢感觉讲，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可以在这里吼，真的非常宝贝，非常宝贵吼。啊，大家呢？地方啊，大家听会轮资料啊，听打出来吼、哦，每一个人都非常宝贝。咱咧讲，咱就是讲当心吼、哦，伊是有啥当心的吼、哦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来大家国家讲出来。好，国家。啊，台南州今仔有破一个记录啦，唔是讲人数一个破记录吼。以前吼、哦，台南民政府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上海团的年纪人吼、哦，85岁，台南州咧。同志们，今天呢，我台南州哦，一个80岁才才来听一下邓夏先生，80岁哈，大家就80岁嘿，所以放屁了哦，所以今麦后摆哦，唱一本国歌哦，恁两个去唱歌，我一下唱起来，来唱一本国歌哦，顶回吼，我来受训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来参加的是，咱的担心哦，足大嘞。啊，我参别人咧讲话吼，啊，人咧介绍我哦，真哦，啊，注意什么人啊？啊，对美国60N Texas， 对美国 Texas 吼，啊，跳去杰瑞尼等来遮参加培训3天的啦吼。哎，你讲我听听哦，啊，我同咱听啦，啊，其他甲问候一下吼。我就哦，你 Texas 的啦。伊在打工，你知道无？我知道啫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你就是个卡通大细片的副首长。是安怎我来变卡通大细片的副首长哦？因为我捌一摆我带你去带销的时候，我感觉去科医生啦，啊，少年做到老吼，啊，卡通只能排一边啦。啊，有一摆我带你去洗身躯哦，一回就哎，啊，那个就发大片，那细片那细片，我后摆才想啊，职业病啦。啊，一世人拢坐一边，转一边，啊，转来一边较大边，啊，无咧转这边，煞较细边去吼。啊，所以我一摆咧伫遮咧介绍，咧开玩笑咧讲介绍，结果哦，我咧讲笑哦，这人做老师拢来跑来比你高去啦。所以吼、哦，咱今仔日伫遮所讲的吼、哦，不管是讲爱较轻松的笑话，还是讲等下咱咧学唱歌吼，还是讲像咱带咧学对人国术吼。哦，讲到面相作歹哦，迄别人啥都面相作歹哦，迄目睭阁遮大圈哦，哎，人咧讲话啊，慢慢阁小尿一个哦，我看到拢作歹，每一句话拢传遍全世界。所以，伫即个咱的即个培训的中间哦，咱一定会当听真侪真重要的代志。我伫地方，我咧甲台南州的朋友做哦，我讲恁来找我，恁来了解代志，我是将迄个基本的论述讲互你听。哦，啊，但是你来来培训哦，你得当加些真济方面。哦，好多人，即、啊，迄、那个好多人老师甲你讲教讲，美国的有国精神。哦，迄以前我就无在讲啊，台南我就无在讲啊。哦，啊，林博士会甲你讲上界性的进展是安怎，迄我嘛无在讲。啊，我伫电，我啊基本的我甲你讲。另外有些东方面博士哦，他迄个博士哦，下头嘛吼。诶，然后来来，你就知影讲，哇，他安尼有人会遮厉害，哦，啊，佫是个政治才，比如讲，刺杀金苹果，第一摆是台北吼，啊，之前呾咧甲各位介绍讲，啊，即个电视大家有熟悉无？大家拢包包拢有熟悉。之前呾咱个讲呢，讲就是伊啊，就是报告拍起来，再甲恁叫再起战啊，哈哈哈哈哈，拍一个无死啦。所以伫即个培训营内底吼。真的有需要参加，你会让得到真济各方面无同款，有关的一切的细节甲详情吼。啊，我即马来简单介绍了吼，台南州的比例啦。啊，讲比例实在是那个题目讲得太大吼，因为咱即马大家要听讲基本的结构，叫美国的要求，迄、那个基本的结构光明找出来。啊，咱讲的拢知影讲高雄州已经好势啊，啊高雄州好势了后。伊阁正式开一个州的参议会，然后通过中央已经通过《台湾公民权法案》，因就会使伫高雄州宣布要用申请台湾公民身份证。
啊，所以阮台南猪真拍拼吼，真拍拼。啊，我即个大概介绍台南猪大概的经营啦吼。啊，因为啊，拄仔我咧要那个跑步迄火影片哦，迄个顺序无足好势，我今仔请看下来。好，台南猪的比例大概啦吼，即、這个行政区的划分吼，啊，人口地理位置，总平方公里是5446吼，啊，占土地面积15.12%哈，啊，人口14.44%，总人口是340,000哈，啊，这个340,000哈，我要找那一百个人去打出来哈，真的也不是那么简单，所以我一直在讲，在座来大家人，每一个人都很宝贝哈，啊，以后台南州哈也一区12郡，啊，过一个城，就咱来找一个城出来，因为咱要沟通。过去有关台湾历史，迄个真正值得纪念的物件，咱要甲留落。哦，所以台南内底其中有一个所在，伊个名会当号做热泽南城。大家知影啥物叫热泽南城无？咱知影讲有一个，纽西兰哦，伊是纽西兰的纽西兰。热泽南城的吉伦迪亚，哦，伊是荷兰伫台南统治的时的一个行政区哈。骗人嘛，骗人！啊，然后当地吼有4郡，啊，其中一郡伊会用猪肉做名，猪肉可能爱用猪肉山啦，因为真正一般居民的名不是猪肉名吼，是猪肉山。啊，所以这就是要包括台湾过去的历史有关吼，还是讲人文有关吼，还是讲有啥物特别有一个纪念的话，迄个所在名另外的吼。所以拢总一区12郡，啊，另外一个城吼，所以这个。分分3分、4分、5分哦，啊！即以后每一个分，拢要搁找一个分手出来，就是咱咧讲个分长啦吼。啊，但是因为咱即摆整个组织架构吼，我们还没有那个能力讲扩展到讲，好来，拢做好啊，好来，啊，即摆过来分都分到好势，哦，啊，每一个分手搁甲找出来吼。咱即摆力量还没有达到那里，但是以后会安尼做，好来，免死。啊，大概大哥哦，大概你再听啦哦，咱是地方酒吼。啊，拢想要听吼，啊，听就是听长啦。啊，当然，迄个讲啊，什么人要做听长，啊，什么人要担任什么职位吼，迄有一个基本上原则的考量吼。哦，有一个基本上的考量吼，比如讲你有专业的背景，哦，还是讲即啥物有关的专业的经验的人，哦，大概做内阁会比较适当，好来 next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咱即摆大概啦吼，即种拢大概以后可能还会有变动吼。台南市的内阁名单吼，大概已经出来吼，已经出来。啊，这个原民听众这个吼，这是一个原住民的牧师，啊，伊有来参加过新春团拜，啊，但是咧培训吼，一直咧找无时间吼，啊，我会鼓励尽量出席吼。好来，啊，再来 ，next。哦，啊，遮咱即摆欠一个沟通厅长啦。啊，因为吼，我伫咱内部内底我咧找人吼，我啥物人无咧做沟通厅长，我无经验咧，啊，做沟通厅长对我好下场咧。所以咱现在都缺一个招，啊，其实沟通厅长有诶责任足大吼，海陆空我拢总会管着吼。啊，你一年来若讲做沟通部长嘛好，沟通啥物长嘛好。大家都不用来，刚刚休息哦，所以今晚我们还衔接在这里哈、哦，来过来，好，啊，今晚机会来过了，过来还有常委会哈，啊，常委会就是每一个乡镇当中爱一个代表，啊，所以咱今晚无法度讲，底下找一个，这边找一个，当中一个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哈、哦，所以咱是用那个中手，用那个中手做今晚的标准哈、哦。迄、那个咱的贵牧师吼，啊，伊有写一个 email 给我吼。阮台南市吼人毋是足济吼，但是迄个总数拢总有76个啦。我第二届啦，上吼啊第二届吼，我嘛要找这76个吼，真正找到咧讲到拢烧声去吼。啊，婚姻观大概安尼吼，后来过来，啊，家己观大概安尼吼，恁知家己就是日中咧吼，啊，即阿里山遮，阿里山咧非常宽吼。啊！阿里山我去找两个，我等下我来甲报一报。好，来过来。好，啊，这是台南区啦，大台南区吼。啊，以后分作4个区，然后再搁一个热泽南城。好，来过来。好，
伊又大概吹出来，伊嘛偏大龄啦。啊，伊年纪嘛，他大可能八十四岁吼。啊，伊的迄个大男性作用的吼。啊，伊的查某囝是咧做台南市的市员，就是邱丽丽的爸爸啦。哦，所以我咱即摆暂时啊，甲任命讲做市长，当然以后后摆台南县市、嘉义县市，啊，甲埔陵县市，爱去找西样吼。啊，即咱要袂使争了，来。好，啊，这就是当中经过培训吼，啊，有诶要求一定要来啊，但是临时都无办法做诶吼，我命拢先打电话吼。所以，另外这个有一点两点吼，像这个个性诶，这个单子诶吼，这是已经培训啦，这一级就来培训吼，啊，来培训了吼，中央拢甲我邀去咧做中央诶国策委员，啊，甲国务委员，所以即我暂时先来点起来。哦，以后你若讲有意愿，你等来地方的话，哦，我们会尊重他的意愿，哈、哦，来过来。哦，即摆这是第二辈啊，哈、哦。啊，另外这个张晋洲，哈、哦，这个是一个足少年的，哈、哦，大学毕业，啊，非常优秀，啊，对人家地甲班在变甲班支持，哦，啊，所以长毛足少，啊，本来拢是家己，啊，就前两单搬去台中啦，啊，尾转来家己，我家己越转。哎吼，少年的即马足重要，啊伊嘛听出来，啊我嘛带来，啊伊即马是代表吼，即马暂时甲变成代表主席啦，啊我想我要参代表主席参详一下吼，我看即个少年的吼，先转来阮台，阮台南州一下，啊以后再带调转去台，迄个台中州吼，哦今天调来这吼，即马拢重要吼，有调这吼，啊即两个无只呢，感觉较新鲜吼，咱来做澳洲野狐狸吼。啊，澳洲迄个莫布里吼，澳洲就是尼诺尼亚，日本人的姓，爸爸是日本人，妈妈是周子的牧师啦，原住民的牧师啦，看到真系足欢喜啦。我即摆台湾吼，就是讲，伊台湾参日本也都无迄个无法度切断个物质的关系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中央来过要庆祝大事，哇，这个上好，这两个上好。爸爸是日本人，妈妈是周族，我来应该就来，应该就来。啊，即卖是还佫在学中吼，啊，所以本来我是讲，过年来参加咱的正式的培训，但是后来讲啊，还佫在学中，可能是要参加夏令营吼，所以这两位我是甲调起来吼，啊，是这个下一次夏令营，啊，立马因两个在来参，一旦来参加，两个都长得非常漂亮，日本的下下流。所以我想要点到训练一下吼，啊，拜个上来中央，我想去担任重任吼，我来过来，好，这当中无问题吼，我来过来，哦，啊，这嘛是，这个例行的吼，这是我咱一个老师，啊，二要来，打电话几下摆，啊，但是拢大学拢无解，所以就伊还不要去培训过，啊，出来这是培训过啊，台南，啊，这是迄个龟山吼，啊。培训会，啊，就是即摆伫中央吼，过来，吼，即摆是我等，哦，即摆是伫中央，即摆中央，今天要回来培训，啊，今天咱只卡住咧，好哇，我说我较紧来甲拍住吼，咱只卡住咧，好哇，我未来，但是我即摆未，因为下一次一定会来，哦，所以我先来只来甲拍一个星星做记号吼，啊，即个咱迄个咱即摆来，因为你都看到讲，哦，以前啊。您现在来，接下来做一下。李坤慈先生，坤平啊，吼，这白头吼，邓夏先生，咱介绍过来，八十来岁，咱就上代表了吼。啊，戴永顺先生，哦，就咱大学人才啊，这后摆来当做我发挥。啊，王静子小姐，哦，你来上一课，上一课吼，大概我咱就准时来做一下，先就是你那个见景见到吼。所以高三我逐年伊会足侪拢去啥物课啥物课哦，啊，前次应该做实习课啦吼，哦来，啊个要有啥物啦？哦，杨文举啊，杨乃举，是嘞，我咧拍唔着是嘞，伊是咱陆军遐个爸爸吼，啊，即摆哦，啊，搁一个许最老古人，咱报一个，我来等下大家看一下，即个咱个生命军哦，迄个永成的古啊，所以咱知道。真正有感觉讲吼，愈来我找我愈济嘛。我来，请你搁点 next 应该我来，他搁一张搁调的吼，你搁八转来。
请你转转来，好啦。所以吼、哦，阮实在真冤枉啦。迄官方都无在讲啦吼，即摆破口之后，咱就意思就假啦。咱个内阁有找三十个人出来，咱个储备的这个所有的有参与来讲，咱已经有七十个啊。台南就变到即摆有将近一百个啊。哦，啊一百个吼，原来是我无咧贵啊咧，贵过咱个吼，变到即摆阮我会使小可来反过小可轻松一下吼。我把公司都爱去十个周周特委员。啊，这个有个十个，因为个州务委员，哦，咱知影拢是中央有国策委员，哦，啊有国务委员，啊州嘛是州策委员，啊州迄个州务委员，哦，啊我头下实在是未了解，啊州策委员是咧创啥？哦，迄个州务委员到底是咧创啥？啊我也是，比如你甲我解释啦，讲迄州务委员甲州策委员，哦，普通时是无啥物代志啦，哦，啊但是各行各业，哦，拢爱有一寡咧。几乎是专家型的人才，这个来对。我阿那把你讲国家发生讲什么紧急事故、紧急要应变，需要这样贡献你的 CDS 是吧？这样的我都来出来。我阿当然你普通时来讲手背的啥子啊？阿当然阿爱练习啦啊！阿就基本上你是较属于讲不管部迄个性质啊，跨部会不管部吼，所以其实人嘛真重要。啊，你美国人做出来跟你讲啦。哦，我讲你个大哥参议会议员啦，好势，啊，咱就先发行身份证。哦，咱做表，但我今日过来，我讲要死哦，过来我加二十个出来。啊，但是即摆我是咧想讲，咱七，比如讲只有七十个，即内底个咱两三个，迄个要未来培训以外，有七十个人，啊，这七十个人靠二十个，意思就是讲，哦，我即内底佫选二十个做注册的，甲做委的，靠个，还佫有五十个，啊，五十个吼。咱的平均吼，七十来个除以二加一吼，后来美国那边讲，听讲有答应啦，讲赶紧，较平嘞。美国那边咧情况赶紧落起来，啊，落起来，上届就伊咧要通过台湾公民权利法案的一个精神吼，爱一半加一个，哦，所以七十六除以二加一39个，啊，就过关了啦。啊，所以咱即摆讲，迄个，即摆内底七十个内底。经济十个出来做中策员、甲做委员，咱后边都差不多五十个。哦，啊五十个，那朱泽光即马调来中央家吼，朱泽光啊，都调来中央，我就做中央部了，我无要当来地方的位啦吼。咱拄啊剩四十个，啊四十个嘛三十八个加一个三十八万块啊了。干嘛去？哦，这把我来提出机会啊！以前刚在我那叫两个大伙儿，好来过来。哦，啊这，这当地的物品替我整理哦。讲啊，咱台湾安尼啦吼，啊，伫迄个台南市这个所在，甲这个所在，啊，咱有几条重要的溪啦吼，罗子溪、北港溪、埔子溪、北港溪，迄个竹子溪吼、三明溪、盐水溪，啊，甲二仁溪，可能是台南较多用的所在吼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对着一般河流吼，诶，培养还是讲疏通吼，还是讲迄个灌溉等等非常重要吼。所以后摆，伫这个所这个所在，大家较认真来重视下来过来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咱常咧讲的乌山头水库，哦，啊，嘛人讲个三湖潭水库吼。啊！而咱大家拢知影吼，迄、那个三湖潭水库吼、哦、是一个日本人啊来遮啊来成为迄个地形测量吼，啊测量了后才决定讲伫遮当做一个加兰大圳，可以有一个新的灌溉系统哦。原来江阮真大个土地，啊无法度种植个土地，长期无雨水个土地，跨山产农庄会当靠对加兰水圳个设计吼。哦，那个成为哦，这个加兰地区成为台湾的米仓哦，这个人叫做八田雨衣哦，这大概有写了哈，我们总长度可到台湾13州哦，啊，差不多也挂了，啊，所以这个金国是这个分布哈，造福台湾一直到今天哈，啊，我来先看你空照图来，哦，我来接着空照图哈，你顶边看的。那你讲咧，孤山头水库就是个三湖潭水库哦。你看咧，是有三湖咧，每个拢是有三湖咧吼。
咱顶回甲台南州来培训有两个少年的，这两个少年的吼，是嘉义大学普罗工程系今年毕业。啊，这两个少年查某土木工程系吼，啊，迄阵去嘉义找我，我咧甲讲吼，讲你知影八天鱼无？哦，八只带有一只吼，讲你知影？我知，讲我普罗工程系来滴，拢总介绍，到处拢总介绍。讲但是你知影？伊来台湾的时，啊开始在遐咧对土龙遐做水库，啊后来来加南，高山老家，从这个加南大船，伊的手下完成了当中的完成，你知道是几位无？伊是日本搬家到来土龙工厂的，23岁毕业，24岁就来台湾啦。我讲哦，很奇怪呢，日本的大是安怎混的呢？还咁样细讲呢？啊！到日本，大家毕业出来一当一当久，马上给我为了这么大的工程，我讲啊，那认真过度，两个人约，大家讲一年啊，你把国语教了，哈哈哈！啊，所以吼，咱知讲，其实在那个大概吼，严重跟实力脱节非常厉害，啊，尤其是为了政治那个改革吼，我咱的囡仔了足侪无必要的时间。我是相信讲吼，八年二年，伫当家店内咧读土木工程，下即四年吼，绝对教授拖咧二超啦。啊，我一到毕业一当年，有再来补习，所以咱真毋盲讲，伫台湾的未来吼，啊，包括真侪物件拢爱改变，当然包括咧整个咧教育体，咱大高中啊，迄个普罗拢物件拢个上到掉，哦，互咱的囡仔吼。还有呢，非常苦的训练，阿妈想对当独当一面，非常重要哈。过来，哦，过来，过来，就往你这边来，来，过来，啊，过来，是，啊，过来 ，next， 啊，过来，就往你这 ，next， 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这种讲究啊，啊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啊，你上来微笑，你要再改善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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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是阿里山的，来，过来。经验好的话，啊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啊，过来，我这个我准备足济了。迄个，咱刚才在讲的酒的地方，做一个地图，日本时代做一个地图，1820年啊，新政区。我一定爱认真来学电脑啦。哦，以后若讲要做些什么报告啥吼，啊，我则家己有我家己设计出来电脑，啊，再迄个投影片吼，啊，若你讲些啥吼，应该会较顺时吼。哦，这啦吼，你写得足济吼，这咱大概看一下就好。过来，哦，这个日本时代的地图吼，最早是在这里，哦，古早是在那关。另外，这台湾关片哦。票多听吼，啊！台南关、台南民情真不错，这变化真大吼，过来。啊，这就是1897年吼，哦，渐渐在变做台南听的人听。咱前记，因为咱的秘书长在甲咱讲吼，讲日本人来台湾是白的时阵、两个时阵，一个时阵是因为割让，因为马关条约割让取得西半部这边大部分土地，哦，啊，但是一千条的是。透过中央，包括中央山脉，包括咱咧讲的后山发的依赖，伊当中唔是清朝的版图，清朝无资格将迄个所在挂号日本人，而是后来这个部分啊是透过征服啊，所以割让取得啊，甲征服取得后来再翻转，迄个翻一些中国台湾的比例，啊，所以因为这个中间做为了讲哦。来之后，我嘛就大概跟你吼，啊，见识足济，话安怎？其实迄款靠政府一定有这款代志吼，啊，那一款当然古来一款人心的抵抗，其实迄种总是没有办法避免。哦，所以来讲比较国民党起来的那机关枪，驾着卡车上出来，底下都扫落那个情形，在日本不可能发生的吼。后来，哦，这是我等款吼，1901年不要炸啊，就不要炸，一直那个都听了吼。在人听，台湾人听，新竹听，了就听，或者或者台语听，还是其实台语甲台南是真早就看发展清朝的时候来过来，那到最后是倒来，哦，这边大概安尼啦，就比较详细，来过来，啊，1909过来，
即马就1920，1920即阵吼，就日本人最后一摆的行政化分啦。哦，所以伫迄个时阵吼，就是已经很成型啊吼。啊，即新竹州、台中州、台南州，嘿哦，做变厅、高雄州吼、台中厅、花莲东厅、甲台北州。啊，咱即马是台北州过来，来到遮台中州，过来台南州，过来高雄州。你若即个大片当中是。移动化工，化工，迄边叫做化工组哦。移化工组吼，咱即摆是化工的咧吼。啊，听哦，今仔晚是周哥在一个听吼，啊，我咧来进行听讲。听哦，都怎未来台中来，怎转来阮台南去，未来就好啊，感觉好。来台南啦，家己有一个小朋友啊，当中朋友啦。嘿，我知啊，我知。哦啊。啊！你都定定啊！都那比起来，我啊，你免个定啊，一支哦。你才记性了那段哦。你不要小看澎湖哦，被鳌拜成为最重要的海空军基地哦。对，这个所在啊，你看一下啊，但是鳌拜这个所在，有可能叫做装逼诶，逼国啊，伫这个朋友就另外，可能会成为最重要的海空军基地。对，今天出名啊。啊，规个即个地方咧争议的迄个海域拢伫遮，啊，所以美国有可能会将配合咱迄个军事的建设甲建设甲伊个吼。啊，咧我先简单透露到遮吼，啊，因为迄、那个其他一个宜兰州啦吼，宜花中州吼，迄州长我听讲是迄个五成过来吼，啊，所以我将剩的时间较到来，继续讲，先多谢大家。李总，小妹，回家。我们掌声鼓励，好，谢谢。